哎呦，大爷来玩儿啊！我先去洗个澡，好吗？好。干嘛呢？敢说我？快点！我要十万。对，就是、还有更多人。重新再来，重新再来。笑惨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二天了，然后本来说是要10点出门，然后现在已经11:30。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海天城。哇，好尴尬呀！我要去哪里？Say hi。Hi。Siri。我们现在到这边这个海天车这边，准备去买票，然后开小车。Let's go！ 哇，真的，这个人，哎呀，那个票，老帅老帅了。录我，录下我掏出你的那刻啊！ Okay， 还有一个仿状的气囊。他们给我换了一辆说比较更快的车。现在就来到了附近，就在街对面的，然后一个中餐馆。哪有座位？我没看到。后面。这边都是那种美式中餐吧？我估计也是。估计就是咱们 QC 门口那种。记录美好生活，给我，广告，我给你们拍。15:00 哎，一会儿你们看着地上有这个东西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沃尔玛采购。I'm fluid. We got watermelon, strawberry, and 来，文泉，开始挑菠萝。我不会挑哎。他们说这种头小的话，就下面很甜。冰激凌真的好爽，想吃。那这种大桶的，看着都饿了，我。好便宜啊，才3块钱一盒，4块一盒。那个咱那边是6块还是5块是吧？对。这个好吃的，这边3块多，3块8，好便宜的。你这个，拿几盒咱们？你在做直播吗？买两盒吗？看，车在那边。这个。我们一个就够了，我们今天一天的那个不要了。为什么车不在我们这儿？哪个猪还拿走了？陈一红是不是？车在外面。你的老公把车拿走了？不是我老公，是我男人。我想吃活跳蚤。你想的真多。你早上你要方便吗 ？OK。哒哒哒。那你拿吧。哒。你下来好不好？
你在干嘛呀？嘿嘿嘿，现在买完了，买了一堆零食、水果吃的啊，现在要回我房间吃午饭。唯一的一个纽约车牌就是我们的了，其实我们车很好找，刚才都没找到。这真的小。不过我们这么大的车后备箱啊，真的就这么一点点。Hello， 陈一红。Yeah。Hello， 前面两个靓女。拍摄我进车啦 ，Go。看看咱们的后面三个人。Hello，Hello， 你看到我的镜头了吗？这位，这位。给弄丢了，在那边路上。为啥呀？咱估计是我油管插兜或者放哪。狂奔在这个沙滩上，一路望无际的，而且沙子特别难走，太冷了。刚刚 GoPro 差点丢了，然后让我找回来，然后刚才飞无人机也信号整个都没了。对，然后幸亏靠大疆的优秀的飞控系统飞了回来。现在我们来吃披萨。买两个披萨然后回家吃。对，我们已经打算好不醉不归了。昨天就我醉了。来，我们现在在大洋城，然后呢我们没有钱买得起拖鞋，所以没拍的。看到没，还牌子了。什么？头上一点绿。必须什么？一点绿。头上带点绿。你干嘛了？我绿了他。他绿了。他绿了，你怎么了？我绿了。你干什么？你这个男人说，你为什么要心疼他？除了慧慧这么傻，谁能看上你们呢？果然很傻。这个拔出来，这个草。别，不要这样子！哎呀，人也这样，有点像中国人。你给我背背背，蹦蹦一下。现在需要十五分钟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坐着等他那边。还有，我们是隔壁另外一桌的小伙伴。哎 ，Hello， 好巧哦！哎，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啊？哎，你们来这边了？哦，对，我们你们怎么来的？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开车过来的。走来的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走了七天？全是西真多。我刚走到饿死了，然后纽约来这。大家都是西京。这么巧。我们滑那个滑板，你知道吗？划船，划船。哦，对，划船。我们是游过来的，对，我们是游过来的。你们门票是不是也是一人起币？然后第一天就晚上抽不到。对哦，怎么这么？我怎么知道你的名字？你是不是叫温太阳？啊？哎，我叫啥来着？哎，我记得我叫吴彦祖啊。哎，我不是叫吴彦祖，还是叫你叫教哥？你叫教哥？我是叫吴彦祖，还是叫吴亦凡来着？你是不是看着怎么办？我有大又宽，你看这个面，它有长又宽。西门来这里吃饭，真的饭很好。我感谢。哎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哎，你看这个面，它有长有宽，就像这个碗，它有大有圆。你们来这里吃饭，觉得饭很好吃，我开心。你们来这里吃饭，就像我给你们拉面一样，很开心。哎，
我看到了一条新闻，刘强都被带走了。谁？是好像是仙人跳。仙人跳？仙人跳是？仙人跳？仙人跳你不知道吗？来来，给他演一遍。仙人跳啊！来，我天，开始。我要是那三个人，要三个人，要三个人。是那男人演不了，男人也是。知道仙人跳？我来拿，我来拿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来，我来。我是男的，女的，我男的。哎呦，大爷来玩儿啊！我先去洗个澡，好吗？好。干嘛呢？刚睡过快点，花了十万。对，就还有更多人。来，重新再来，重新再笑场。OK。能不能严肃点？是什么？你看，我们俩就很入戏，你知道吗 ？Action. A few moments later.也来，你们一起来。我干嘛？我们就来，就来玩啊！等一下，先看你知道吗？我们进去房间里，就是能敲诈了。啊，等他脱完衣服去洗个澡，我们就进去拍张照，取证据，然后就说你是我的女人。我去洗个澡，等我一会儿啊。然后差不多，他给我们开门，然后进去，然后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啊？哎。你怎么又坐下来了？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坐他旁边？我们是一起的，不要这么难。我知道。关键是你们这边我坐得下吗？坐得下来。手擦一下。哎呦，我不行了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不行，你要还我一个功劳，我就被你玷污了。好，懂了吗？现在来一个。你跳旁边的车不行。OK， 我跳。旁边的好不好？把手给我放下。就那个男生跟不累的。大哥，你切的西瓜不行了。两个人在比赛切西瓜。这是大不是一大的西瓜。一个班大胜哇！今年我们现场是五千西瓜。他还要切我的妈！刚擦完脸，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沙发弄成一个床，然后这边是我们切的水果，现在正在 NBA， 一会儿看会儿 NBA。今天是我们在这里住的最后一晚，明天然后十点要退房。我一会儿要去洗澡，然后现在泡一个这个小龙坎的小火锅，然后一会儿就洗完澡就可以直接吃。第一次住这种双人床就是这种场景，谢谢。小猫咪，哎呀。